下先啦。借镜借镜。唔系啊。第一次就嚟 kiss， 第二次就食嘢咯。你覺得點啊？佢幾好啊 ，Tony。其實你考慮一下，呢位咧美少年食男Tony 帶呢位 date 就嚟呢度就同我哋食嘢啦。因為我感覺到咧已經興合合啦，乾柴烈火，真係啊！就有 Tony 啦，同埋佩佩咧，就帶我嚟呢度 Waco 食嘢嘅。嚟一個情侶套餐，嗱呢一個咧，有所知咧就係 Waco 嘅一個好特選嘅肉性嚟嘅。咁咧包括咧就有特選嘅和牛胸腹肉啦，有牛肋骨肉啦，仲有咧就係薄切嘅牛舌。豚肉啦，同埋雞翼嘅，咁呢一 set 咧就好多人中意食嘅，因為咧就抵食啦，同埋咧佢嗰啲肉質咧，去揀嗰啲部位咧係好特別嘅，係耶，好開心啊！第二次識嘅約會嘅朋友。空腹肉咧，咁佢靚在邊度咧？就係佢成日都深呼吸，成日喐嗰個肌肉，係咪啊？正喎。因為啲牛肉會多油份，所以會比較野火啲。係野火啊！嗯，好似阿佩佩咁咯。係啦，所以我就嚟呢度燒翻佢咯。professional 啲嘅，例如咁樣，小心小心。同埋咧，我哋今日食嘅肉類咧，都係嚟自澳洲啦，同埋嚟自美國嘅。呢個係牛小排啊。牛小排。係啊。即係好似排骨咁樣。係啦，但係咧，佢就切到好薄嘅師傅啊。正。咁咧就包埋啲葱嚟燒。嗱，我而家食呢個咧就係小排。好好食噶。你的樣子會浮誇一點多了多了是不是是我整得好啊還是真的好吃呢兩都是到你了、yeah. 我當然覺得我整是非常好吃的啦我整燒的家長一流啊冇得行冇得行自然啊這個自然流露佩佩得不得即是我都可以煮一下東西合家合家親親動物嘅遊戲啦，戴翻個頭套，咁 kiss 二十秒之後咧，咁我哋就將張相咧上 Facebook 嗰度，一千蚊冇問題，你都係 like 嘅話就送1000蚊俾你，我 like 㗎，你即刻送一份即刻有得食嘅愛情團俾你兩個試下嘅，唔係啊，但係想10萬都得㗎，10萬。10萬冇問題，歡迎。我哋少少，我哋少少 warm 一下先。你唔識你個鏡頭喺邊㗎？一個。係啊。一個。我有少少緊張啊。係啊。咁多人望住我。嚟啦！我好感動啊！真的因為如果沒有這個溫馨之 kiss 的話我就沒有這個溫馨之團我也很開心啊你都賺到啦我也很滿足是不是抹嘴的時候抹得乾乾淨 OK OK 那好啦你們這麼流利演出今次就我燒這個團肉給你吃啦好啦那如果你能夠呢個形象因為太漂亮的關係有得很多人 like 在 Facebook 的話那我希望你贏了1000元之後呢我再來吃過是啦再來錫過我再來錫過都得是啦和杏沙律它呢就是成分包括番茄啦有芝士啦同埋有黑色的蜜糖還有個山菜包住嚟食一口咁樣咬就好正啦
我哋呢度做 gen 噶嘛 ，gen 同埋，喂，我想问下咁啲。啲人咧成日話啲香港女仔咧咪好惡啊咁樣嘅，你覺得阿貝貝點咧？阿貝貝唔惡，唔惡。第一般嘅香港女仔係咪惡嘅咧？大部分咯，我諗。點惡法啦？呢個係兩個女仔。係，我想聽下啫，咪聽下啫。野蠻啲啊！點野蠻法咧？和杏泡飯燒，咁佢最特別嘅咧就係將個泡飯燒咧。就是要泡在炒茶度嘅，系喺啲茶嗰度，茶里边，系啦。然后我哋最嬲尾食，咁就好温暖啦，好饱满啦。喂，炒下有乜嘢配合我哋心情先？应该好似夏威夷咁，我哋好 colorful 啲噶啦。系，呢个系热红如火。我咁都埋啦。黄金海岸啊，佩佩，不如你试下饮完。有冇啲夏威夷嘅风味啊？有蜜瓜添啊！呢、這個啤酒嗰次，唔係啤酒樣啊，有啲水果味，有啲水果味，真係呢個咧係Virgin 冇酒精噶，係啊，同埋自己改名，自己改係，係嘛？呢個最好啊！喂，唔該，我想要一個熱情如果啊！唔係，我要一個今日你睇我咩心情咧，俾個我，俾一個心情我咁嗰啲，心情哇 ，OK， 飲杯，乾杯，乾杯，耶！呢度係露台。我哋攞埋啲小食過嚟吃啊！因為呢度咧，其實原來可以都炭燒都得嘅。不過咧，我哋今日就轉一轉 feel， 就係飲嘢同埋食 snacks， 食咗會靚啲。真係啊！係。淮山積面豉青瓜。沙嘴千苦蘿。開始。係啦。點一點佢就反歸反轉。喂！哎呀，輸咗啦你。有嘢送啊嘛呢度啊！第三次應該要帶我過銅鑼灣。頭先咧，咪話嚟銅鑼灣嘅，因為銅鑼灣呢度咧有好多卡位啊，咁咧可以下次咧俾你同阿 Tony 坐啊，情侶卡座。你知唔知道香港人咧最中意兩種嘅位置，一種咧就係卡位，另一種位咧就係露台位。卡位銅鑼灣，露台位尖沙咀。銅鑼灣呢度咧個感覺咧，仲好似去咗日本居酒屋咁樣啊！20秒親吻，男對男嘅死亡之吻。同埋小朋友同媽咪嘅親密之吻，親吻20秒就有得上呢個 Lomo 窩啦。其實係一個寶麗來嘅窩嚟嘅，全部都係 k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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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情團，親吻20秒，你想唔想做其中一個團友啊？尖沙咀嗰度咧就冇用呢一種即興即興菲林，但其實咧我有窿路咧知道邊度有得買。之前咧 Fun Living News 咪介紹過菲林兩次，咦呢個唔係你嚟嘅？唔係。呢度咧佈置到好似咧好多漁網啊，好似個漁市場咁樣咧，原來咧就係仿足地日本漁市場。